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特别来宾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你要问他喜欢吃哪个部分吗？好，跆拳道。好，你们等一下帮忙好好发问一下。没问题。介绍这一位，他这个外形啊，就会让人家觉得哇，很特别的一个帅气的一个男生啊。他好像有很多头衔，嗯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次是为了宣传他的写真集啊。对。我们一块来欢迎高宇翔先生。北哥，你看这好像还没有断奶嘛，干嘛枕头还抱在身上啊？没有，这是我第二本写真集有送的一个抱枕。哇，哎呦，要上架了呀！哇，好棒啊！我需要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就是所见过最有创意的一种。你像那个前面那个什么王彩华送肥皂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这个多棒，多好用。可以抱着它睡觉。抱他了，哎呦，好柔软哦！飞哥，你捏的，飞哥捏的，你们先帮我拿一下哈，那我帮你拿，不可以抢走啊！飞哥拿给我的，不要跟我抢。来来来，这就是我第二本的写真，第二本哦，你的第一本为什么没看到呢？哦，第一本是去年全裸是吧？没有，还没有这么夸张啊！对，跟大家问候一下，问候一下。各位观众，各位电视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以翔。哎，鼓励一下。其实飞哥，我想跟你讲一些事情。你要先问，要聊心事。是，其实我第一次在台湾，第一次我的演艺世界，上电视的就是你的节目。你说几年前的事？我差不多五年前。哇，五年前，有一阵子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哦，一八三里面的其中一位吗？不是啦，飞哥。五月天吗？不是。难道你们有知道吗？有，我身高195了，所以是195 club。哇，195，哦，那183还不够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高以翔他当初跟现在有什么差别，请看我们的 VCR。哇塞，真的耶。你是穿什么？你是黑色，穿黑色。哦，这个是哦哟，天哪！哦哦，哎呦哎呦，这样好漂亮。对，好有力哦。好厉害！各位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高以翔的前身。哎呀，好 man 哦！哦，那么你们有什么问题？开始发问了。哎，请问你身高多高吗？哦，200吗？我195，195。如果150几的女生，你也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啊，你可以接受。150的女生，少只的女生。我之前就教过160的。哇，那这样怎么接吻啊？问的好啊，抱起来是相宜，这算是很大胆的女生了。直接抱。对对对对对，怎么接吻啊？麻烦的。哇，其实150以上，让我示范看看。抱起来，抱起来。他说150是，其实刚刚已经刚刚。因为刚好没有，刚刚就是可以抱起来，然后就哦抱起来，对对对对，哦就是这样，他的答案就是两脚悬空这样，对吧 ？OK， 好吧。听说那个他在高雄有在拍偶像剧，拍一段时间，所以他的台语应该就好哎。哦，台语啊，这种台语，你也想讲台语啊？没啊？也是这样，在讲广东话的。高以翔大惊奇，让你看见不一样的风格。哇哇，还有戏！哇哇哦耶！好害羞啊，好害羞！帅已经不稀奇，高以翔闪到让你睁不开眼睛，活像从漫画中走出的型男，铁定让你不自觉拜倒在他的西装裤下哦。听说那个他在高雄有在拍偶像剧，拍一段时间，所以他的台语应该就好哎。哦，台语啊，这种国语，你也想讲台语啊？没啊？你也好讲。我别讲。
我被讲几点点啊？几点点？你是想再讲广东话？然后之前我其实有一个蛮好笑的状况，就是我跟工作人员说，哦，等一下要吃饭的话打电话，然后他就说，哦 ，OK 啊，我靠你啊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是在骂我吗？然后我后来就学了那个，就是那一句，我靠你，我靠你啊，我靠你，我靠你，我想要请，我可以请他示范，就是因为他跆拳道很厉害嘛，可以请他示范几招吗？哦，你是篮球的，你管人家跆拳道？先看跆拳嘛。示范几招，我们来看看高以翔他的跆拳到底威猛到什么程度，好不好？同学们帮忙配合一下啊。四个人哦，加一个人，四个人呢，越来越难了。压低一点。哦。好紧张哦。人胆大，那我们那些其他的，我们那一队跆拳队是哪边来的？你们知道吗？大型小的跆拳社，他们也不是随便来帮人家说配合演出的，真的。他们学校的跆拳道是很有名的，大成高中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班主任，我还有问题。哦，好，来，小薇问。刚刚有请他示范跆拳道啊，因为我以前也是篮球校队的，听说他篮球也很厉害，180公分嘛，哎呦，也很高哎，哦，不错不错，那我相信。穿高跟鞋啦。啊，篮球校队，可不可以请你示范一下？然后我也可以示范个几球 PK 吗？篮球 PK， 对啊，可以示范篮球。我可以就是他是校队，他球线投篮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虽然说就是毕业之后比较少，你也比较少了。对，我给你5次投篮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我看你能不能进3球以上，你就通过。好，所以我先吗？我就可以把高以翔的 email 给你。会呀，小薇加油！我中4颗，晚上我帮你们安排烛光晚餐，好不好？小薇加油！飞哥啊，他是篮球专业的，他可能没有那么厉害，很简单啊。53不见得哦，因为他紧张嘛。对，因为紧张，再加上毕业是在多远？多远？就在要3分线，哎，对，8球线，8球线，好，那你先，好，那你先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看看，好，帮我鉴定一下是不是真的会。好，来了，喂。加油！小薇加油！我保证他。
没有办法。你了，运球，你慢慢来。晚餐呢？晚餐吗？没有。真的有打过，好像有打过。晚餐，已经有 email 了，现在晚餐，晚餐了。晚餐，晚餐。哎呦，晚餐没有了，没有。还是还有一球机会。好，还一个，还一球。最后一球。我真是高兴啊！不过高以翔有讲说，哎，这个他真的是校队的，没错，看运球就知道。对，真的。真的不简单啊，还真的啊。可是我好想要吃饭哦。啊，没有，我刚刚忘了讲了，漏掉一条，你五球进三球只能拿到 email， 进四球跟他吃晚饭。那我是进两球就可以陪你吃。掌声给我们小薇鼓励一下。来，老兄。现在要看你的功夫了，表演一个灌篮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可以。那我必须要换一个篮球装。哦，好不好？暖身一下啊，换一个篮球装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高以翔灌篮的技术。好。比灌篮高手更强更帅气的高以翔即将挑战更高难度的空中灌篮，有如从漫画中走出来的型男，不难想象他在球场上迷倒众生的模样，相信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将拜倒在他的篮球裤下。哦，成功，他自己要找麻烦的。哎，年轻人，这是懵懵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你的本意嘛。不错吧？太好了，小薇讲评一下。我觉得重点是他就是连投篮都超帅的，对啊，他穿上穿那个西装真的是小了很多，他现在穿这样就刚刚好，有没有？你才发现他这个男生的线条。哇，刚刚怎么穿上那个西装人变得很瘦一只？嗯，原来他是很壮的一个男生，壮的。哇塞，深藏不露。真的太棒了吧！而且有的人就除了你这基本功好，还是要一点运气。他刚刚那个这样空中抛，然后你再过去，那个有没有术语啊？其实要量那个距离啊，对。然后要量那个空中接球的办法。对呀，啊，叫空中灌篮的，就是算一个自己抛球，抛球灌篮。对。然后连抛球，结果没想到你还没灌那个球，自己就进去。对啊。真的是无敌教后卫。那个时候是不小心，不是故意的。其实不错，不错，不错啊！那我看得出来，以我的眼光来看的话，这个男生他
还要再过几年才会真正变成能够散发出那种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为什么？还要再胖一点点，他的脸，对不对？哦，很瘦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很不错啊！这次他的写真集出来了，那么我们这个艺坛呢，一个新的偶像要诞生了啊！大家看看这个，他第一本的写真集，第二本的写真集啊，然后中间有一首单曲，我刚刚在后台已经听过了，其实这歌声也不错，谢谢，不错，哎，好吗？对啊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啊这位帅哥到我们节目来，也谢谢我们的谢谢飞哥，谢谢。